赛程 Cyberjaya 拥有马来西亚硅谷之美誉，距离吉隆坡约30公里，是马来西亚政府重点打造的现代高科技智能城市，拥有世界一流的标准和完善先进的设备，毗邻政府行政中心的布城，顶尖学府医疗设备围绕四周，地点理想，毗邻各大高速公路，交通往来顺畅，目前已有超过700家商业机构入驻，为赛程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。市井地豪别墅，绿色美宅，清新的空气，遍地绿林青草，打造舒适安然与静谧的绿色环境。盛大及宽敞的入口处作为别墅的迎宾玄关，采用著名 GDSS 安全顾问设计的贴心保安系统，全天候监控的24小时闭路电视与移动检测仪，确保每一住户的安全。提倡绿色环保，绿意盎然的无边际泳池，感受大自然的凉爽。Chenga House 会所的屋顶和柱子结构采用回收橡果木制造，提升自然感和环保概念。市井帝豪别墅，低密度家，40英亩的美丽园林绿化土地上，建有249户独特豪华别墅，赋予低密度与高隐私的居家体验。打开大门，进入眼帘的是宽敞开放式饭厅与厨房空间。饭厅的设计布局彰显贴心与高雅兼容的品味，齐全的厨房设备满足了住户料理烹饪的愉悦心情。市井帝豪别墅，奢华时尚，独栋别墅内置私人电梯直达客厅，落地窗户设计能自然采光，延续客厅处的挑高天花板设计，为饭厅营造明亮与温馨十足的空间印象。加上两盏简约大吊灯以及现代感的餐桌摆设，让聚餐氛围更愉悦。市井帝豪别墅注入环保概念，并规划出一个让身体五官都可放松的居住环境。全栋建筑采开放式设计，促进室内外的空气对流，营造出通风与采光良好的舒适环境。大方优雅的主卧设计，搭配时尚精品与鲜花，打造舒适温馨空间。衣帽间是女主人的美丽领地，把心爱的化妆配饰与珠宝首饰排列有序，雅致美学风格的主卧设计，考究生活高尚品味。自行规划的书房是不可或缺的小天地，喜欢阅读的主人可把这里当作休息专区，独享安静时光。市井帝豪别墅远景花园命名五感花园，以围绕在触、视、味、听及嗅觉为主题，让住户接触大自然的美妙。此外，社区内还规划出室外活动场地，包括多用途球场和儿童游乐场，安全欢乐。这项发展计划共分两种不同户型，包括双拼别墅和独栋别墅，属于永久地契。市井帝豪别墅致力打造宁静与乐活，绿荫与安然。